我有用你们的东西，哦、我有用 Live Air 2啊。Live Air 2就是新的。它像是 Live Air 2的，像是马达可以用这边的，像 Live Air 3的东西放上去吗？还是就他们是可以互相连接的吗？还是怎么样 ？Air 2和 Air 3可以啊，所以是可以互相通。对。嗯，所以我可以用 Live Air 2的遥控器，然后去连 Live Air 3的马达，都可以的。所以其实是全部都可以连吗？还是？不是，它这个系列的它是用蓝牙的。哦，就只有蓝牙这个系列是可以的。对，它是蓝牙的。这边是 2.4G 的，这个是有线的。OK。OK。我们这款是新出的，然后我们是用测距的，它那个测距功能。哪里有测？哦，这个啊。对。你说这个是 Live Air 3吗？还是不是？我还没放上去，刚做出来的。哦，所以这算是 prototype 吗？还是相当于就还没发布嘛？还没发布。OK。刚刚做出来。OK。那它测距要怎么用？怎么用？它就是说我们这里可以，这里面可以存七个镜头。嗯。七个镜头呢，每个镜头你在设的时候只用录三个点就可以了。嗯哼。我说它的测距这个是怎样？一样的，是要用什么去看到它测出来的距离吗？还是什么有 app 还是干嘛的？你要这样对着它，对吗？对监测器才行的。哦，就接上去。你要看屏幕，看你比如说你在这里，在这个距离，你测一个点，然后再测一个点，这三个点之后，它就会保存好。哦 ，OK， 对，它就自动这样。哦，所以它所以它就知道帮你自动对焦这样子。哦 ，OK， 我以为它是说测距，它会告诉你什么物件，像是那个 RE， 它不是有那个感应的吗？它会告诉你距离多远那个东西。哦，它不用告诉它直接动了。啊，它直接动了。那它在动的过程中，那你想要去控制它也是可以的。也可以的，我们这个可以连控制器连它了之后，然后用手动控制它了。我没开，他没开，知道怎么开？那我连上开了之后呢，就用这个控制了，用手动去控制了。但没有，我测距已经关掉了。啊、所以你开了这个测距就会关掉？对，然后把它关掉之后呢，测距就等一下，等个五秒钟，它就可以自己连，自己出来。就断线了，它就会自己对。好、OK 了，还蛮酷的。是啊，方便很多了。对，是啊。所以你那个镜头去矫正它的指标的那个是定三个点啊，那是要用。它这样，首先呢，你要跟那二一样的，首先你要校准那个镜头行程，知道多少行程，然后呢，校完之后呢，你如果这里面有数据的话，它直接调数据出来。OK， 啊，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就要学，就跟学习一样，学这个镜头。是它有 app 吗？还是它不用 app， 就直接在这里它就可以用。对。然后呢，你比如说你有几个镜头，你录好之后呢，你每次打开的时候直接校准它学它行程，它就自动把那个数据调出来。OK， 太很多了。啊，像那些数据，你要怎么去挑它？是有 app 还是？你不用挑它呀，你不用挑它。不用啊，它怎么知道有？储存在里面的，储存芯片里面的。我说，假设我要换另外一颗镜头或另外一组镜头，没有它，你可以保存嘛？嗯。你保存了，比如说我可以保存七组。哎，对啊，我接手之后，我随便拿镜头出来，然后我学习一下，学习之后，它可能，比如说你镜头是这么长，它就自动把这个数据调出来给你用。哦，就是自动套上去。对呀。OK。哦，所以这个要加三颗电池 ，Live Air 2要两颗。对啊。越来越，它要力量更大一点了。对。对吧？看它转那么快，要迅速的，快的。哦，还有那个，这个呢，就是我们
直接把它装上去就可以用。OK。嗯哼。哎 ，Motor Mini 是另外一个系列是不是？还是怎么样？跟你那个一样，你那个是也是 Motor Mini 嘛？但它长得好像长相不一样，这前面是圆的。对啊，对啊。对，前面是半圆的，结果后面我们改了一下。哦。改薄了一点。OK OK。那它上面这边转的也是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这个是有个可以转的。哦，这里还有另外一个 Motor Mini。三种吗？三个云台。所以你有三个 Motor Mini。厉害，三个 Mini， 三个 Mini， 三个 Motor。这里有一个啊，这里店里有一个。哦，这里哦。左右调的幅度很小的，我上下调的幅度也很小的。那你们现在是只能连 iPad 就是 iOS， 对 Android 还没有。这个就是来 L3 你可以用大手轮，哦，然后你可以拆出来，然后放在单用一个就也可以，嗯，都可以用。是 啊这个怎么拿出来？哦，这样转下来，转对，然后再哦 OK 好快的。它里面电池是抛弃式是不是还是怎么样？不是可以充电的。哦也哦可以充电的。因为这可以充电的。哦因为在网络上我以为哦那就是纽扣电池。不要对是我想说。不是纽扣电池。对对对。它是可以充电的纽扣电池。OK。不是抛弃式的。因为我想说我们拍一拍我还要带一组纽扣型电池来拍摄现场。哦。对啊你要带几个备用吗？但会很快的。我不知道因为好像。要特别去找，因为纽扣型电池我们配的有三个比较少。哦，你有买就里面配三个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哦对、啊、，OK。你充满电够用了，你可以用一天吧。够用一天了。你现在就用可以用八个小时，然后你两个、三个都一天了。对啊。然后你随时可以充满。对啊，对啊。它接，我就，但一定要接到这上面才能充电。就这个也算是充电器的。对啊，也可以充电的。它没有像是 Live Air 2有另外一个外接的充电器。有。Okay. 有充电器的。你也可以拔出来，可以拔出来充电。哦，对啊，也可以。就有副充电器就是。是啊，要。OK。好啊，差不多就这样，谢啦。要给你，哎，你们要扫这个吗？不用，起来。